来。宝宝，你已经走了，对吗？让妈妈多躺一会儿吧，这是唯一能证明你来过的方式。在哪儿，黄姐？我来接你。不用。你会放着我？孩子总算打了，唐聂，你要是不想打第二胎，今后离我家北辰远点。唐聂，到底在哪儿？妇幼医院。谁打的电话？顾北辰。你还敢耍我？凤姨，求求，求求你别动我弟弟！还敢跟我狡辩？我不！儿子，你听妈说，妈这都是为了你好。这个被包养的女人怎么能配得上跟你？几个月了？八周。儿子，我自愿的。